在这块十年未干的淤泥塘里面发现个洞，好大呀！哇，你们快看，这个洞又大又圆，而且挖进去里面好像还在冒水出来。这是个什么洞啊？感觉是条黄鳝，咱们挖开看看吧。哇，这一挖进去，洞口就往下面钻了耶，看来这家伙还在跑，必须要把它抓出来看看。咦，往这边跑了吗？咱们看来得加快速度了。诶，刚刚好像看见一下尾巴耶，停下来了。咱们把上面的淤泥给扒开。哎呦，又惊吓到它还在跑，这家伙够聪明的，必须把它抓出来。这蚊伤还想跑，跑得可真快啊！这是，这里面真是太吓人了，淤泥塘里面根本是寸步难行。咦，好像前面发现它的身体了，估计是快要上货了吧。后面拦截住，看能不能把它给怼出来。这边卡住了，咱们给它开条路，准备上货了，上货上货。哇，估计有个半斤了，这条黄鳝金黄金黄的身上，漂亮啊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